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秉承诚敬恒心的校训，有人文与科学、工程、设计、管理、未来等五个学院，以云科大为品牌，其能发展以产学一体、创新设计为主轴之国际名校，落实务实致用之人才培育。我们建构双轨并进学习系统，提供学生适性发展与务实致用的学习环境，并发展与产业对接之问题导向学习系统。推动未来学院透过创客空间、慕课平台、自主学习、微学分、深化学习课程、 X 加一课程及起点模组课程等设计，逐步建构学生协力自造式 IEP 修业地图。云科大近年来承办国内外各项大型活动，形成优良传统。各类型社团多年建立的传统活动，有新生学涯开展营、才艺性表演、学习性研习、娱乐性互动，以及成长性的演讲等，让学生感受到生活环境中充满经验的成长乐趣，展现师生满满的热忱与活力。2021年 THE 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整体最佳成绩为全球101至200名，在台湾上榜名单中排名第三，科技大学排名第一，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22全球大学排名荣获得第八名成绩，杂志《天下》《远见》等评比，各项表现均名列前茅，足以展现本校学术竞争力。云科大多年来推动互惠型的产学教育合作，营造中台湾产业人才培育园区校园，把品牌理念转化至教学上，运用产学合作创新教学优势，打造产学一体、创新设计、务实致用的科技大学。本校建制产学研大楼，作为全台技职人才培育孵育基地，强化本校与产业之连结，推动教师实务教学及学生务实致用学习，促成学术界的应用研究与产业界接轨，整合技术元素与运用商转能力。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将以创新教学与产业对接为特色的国际知名大学为愿景，持续实践永续与大学社会责任，将师生的发展对接经济、环境、社会需求，为地方与全球福祉做出卓著贡献，持续塑造创新、智慧、友善、永续的校园。